分享，就是我平时是如何去舒缓，就是我因为上班久坐或是久站所导致的双脚水肿的一个情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平时保养的一个懒人小秘诀。那其实我本身呢是在医院上班，那经常就会需要久站或是久坐这样，所以一整天下来呢，其实双脚的负荷跟承受的压力就会非常非常的大。那每天下班回来呢，就是经常就会觉得脚非常非常的酸，而且非常的肿胀。其实长期累积下来，我两只脚的那个水肿的状况其实是还蛮严重。所以其实我相信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可能需要坐办公室一直坐着的，或是你可能需要在一整天的服务业等等的，你们应该都会跟我一样有两只脚水肿的一个问题。那大家千万不要去轻忽就是双脚水肿的问题，因为那些水分呢，如果堆积在你的双脚越久，那其实长期下来对于你整个人的身体的循环其实也会变得比较差，那那些水分呢就会变得越来越难被排掉。那其实这边呢就是要鼓励大家平时日常还是要去多保养你的两只脚，那对于不仅是美观，就是不仅是你的双脚的这个曲线也会变得比较好看之外，那对于你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也会变得比较好。所以呢，今天的影片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平时我是如何去克服就是我上班就是久坐或是久站所导致的一个双脚水肿的一些小秘诀。那今天的影片呢主要就是跟我们这一个阿嬷的配方，这个我们台湾自己 MIT 的品牌合作。那阿嬷的配方呢，他们家最最有名的产品呢就是他们的足贴。那他们的足贴呢其实有针对不同的需求，然后就有不同的一些足贴的选择可以供大家使用，像是它有针对运动后，然后或是生理期前后使用的，甚至是可以除脚臭的，还有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这种就是针对下半身水肿适用的，就是他们的足贴的选择其实是非常非常多，就大家都可以因自己的需求然后去选择就是适合自己使用的足贴。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来开始跟大家分享，就是平时我是如何去舒缓就是我因为工作所导致的两只脚水肿的一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运动。说你为什么会两只脚水肿呢，主要就是你的循环变差嘛。那其实运动呢其实是一个最直接然后也最快速可以加快我们身体的一个新陈代谢，以及去增加我们身体的循环最快速的一个方法。那我的第二个秘诀呢就是按摩。因为我知道大家就是平时白天上班很忙，然后可能就经常需要加班，那下班回家之后又没有时间可以运动，甚至你可能不想要去花钱去健身房的话，那其实在家按摩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能够帮助消除我们两只脚水肿的一个小秘诀。那其实按摩呢，大家除了可以善用自己的两只手之外呢，其实你可以挑选一些按摩的器具，或是可以使用一些按摩霜，算是提升我们这个按摩的一个效果。那其实阿嬷的配方呢，他们有出了一款这个所谓的仙女排水霜。那这个仙女排水霜呢，它就是完全符合我的需求，就是下半身水肿的问题。那这个排水霜呢，它不仅仅可以消除我的水肿之外呢，它同时这个按摩霜它又结合了他们的这个按摩的工具，就它里面呢有一瓶这一个按摩霜之外，然后它又有一个这一个按摩的工具。那这一支仙女排水霜呢，它里面含有红豆、薏仁，还有丝柏精油，就是它可以达到舒缓我们两只脚的浮肿，还有紧实弹性，以及亮白我们的肌肤。重点是呢，它都是非常非常天然的成分，所以大家都可以非常安心的去使用。那像是它这一瓶这个排水霜呢，它的瓶身是做成像是曲线的那种设计，所以它握起来呢是非常非常符合我们人体的工学，就是你使用起来呢它是非常非常顺手，完全不会有卡卡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按摩头呢是他们这支排水霜的一个独家专利按摩头，它里面它是使用这种磁石的一个滚珠，那旁边它是做成像是那种凸起的一个设计这样子，它能够达到像是我们刮痧的一个感觉，就帮我们的整个腿部的一个肌肉达到非常非常深层的一个按摩，然后帮助我们双脚都可以达到舒缓以及放松。那这个按摩头呢它非常非常的贴心，它还做成像是有这种开关的一个设计，就算是你要出远门，就是像是要出国使用啊，就是带出去你也
不用怕它会溢出来。而且如果你按摩霜用完了之后呢，你只需要再买他们这个补充瓶就好了，就是你完全不需要再花大钱去买一支全新的这样，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省钱而且又环保。好，那现在呢我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平时是用这支仙女排水霜是如何去按摩我的大腿跟小腿。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呢，我们的大腿跟小腿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穴道。那像是大腿外侧呢，我们这边大家都知道，这边叫做胆经嘛。然后呢，大腿内侧就是内侧这一块，其实是我们讲的肝经。那其实肝经跟胆经，就是大腿内侧跟外侧，它按摩的一个方向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像是我们这边大腿外侧这边的胆经呢，我们是要由上。就是由我们这个屁股这边，然后往膝盖这边的方向是去按摩的。然后呢，大腿内侧这边肝经呢是要由膝盖往我们的屁股这边的方向去推。待会呢，我都会示范给大家看。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就先从我们的大腿的外侧这边开始去按摩。我已经把这个按摩头装上去这个按摩霜了。那其实呢，它轻轻的压，它轻压，其实呢，它就会跑出这个按摩霜从这个滚珠的地方。那其实大概挤一点点量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去进行按摩。像是我都会这样子去推，这样子就是从我的这个髋骨这边，然后到膝盖，我们就这样子去撸它。然后呢，因为我刚刚有说嘛，它这个按摩头呢，它是有那个滚珠，然后跟这一个 T 字的一个凸起的地方，所以你刮完之后呢，大腿都会呈现有点红红的那个感觉，其实是很正常的。就是你这样子刮完啊，它反而是可以去增加你整个腿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就是帮助你血液循环变快变好。所以其实平时呢，我看电视啊，我通常就是会这样子刮。推完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我的这个大腿的外侧已经有点变红了。记得就是女生啊，如果你是月经来的时候，就是尽量就是不要太大力。女孩子在经期的时候呢，因为体质是会比较虚弱的，那其实你在按摩的时候记得力道就稍微放轻一点点，然后大概5到10分钟，其实我就觉得差不多，因为它有这个凸起的地方，然后还有滚珠，其实它都能够比较精准的去按到那个穴道的感觉这样子，所以时间记得就不需要去太久，会比你用手这样子按摩的那个效率来得更好。所以我为什么会说，其实你按摩的时候啊，建议就是还是使用一些按摩的一个工具，然后搭配一个按摩霜这样子。不仅可以消除你腿部肌肉的一个疲劳，然后水肿，然后同时按摩霜它又能够帮助你的肌肤紧实跟亮白。所以他们这个阿嬷的配方的这个仙女排水霜呢，就是目前是我使用过的按摩霜来讲，我觉得CP 值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它同时结合了这个按摩霜，然后还有它这个按摩的他们这个独家的专利头。他们这一支按摩霜是每个女生居家一定要必备的一支按摩霜。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大腿呢已经开始变红了，然后甚至有一些些就是像是刮完痧然后会出一点出痧的感觉。好，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现在大腿这边有没有，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刮完胆经大概5分钟左右的时间，其实它已经有一点点像这种红红的出痧的感觉了，有没有？而且我现在整个脚会觉得有一点点热热的，其实就是代表说你现在它帮助你整个大腿的一个血液循环是有变好的。大概都会刮到这样子的程度之后呢，我通常就会停止。那我大腿的外侧按摩完之后呢，我就会开始按摩我大腿的内侧，就是我们讲的肝经。那其实肝经的方向就要跟我们大腿的外侧，就是大腿的外侧这边的方向要相反过来。大腿内侧呢，就是要由下往上，从膝盖的方向，然后按摩这样子刮我大腿的内侧，这样子去做按摩。就记得肝经的方向呢，就是从膝盖到大腿。那因为它这一个滚轮啊，其实它是会让你觉得有点就是有东西在滚你的那种大腿的那一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是还蛮舒服的。就是你刮的感觉，其实会觉得可能
有一点点痛，那如果你觉得有点不舒服的时候，你力道就可以放轻。而我个人是会习惯稍微自己再多施压一点点，就是我自己会出稍微一点点的力道，让那个按摩可以达到比较深层的感觉。那记得，如果你连续刮，譬如说像是你连续刮了大概3天或5天，甚至你可能刮了第一天，就大家状况不一样，就有些人可能刮完第一天之后呢，他就会有点点淤青，就是表皮会有点淤青的状况，就会建议大家可能休息个2-3天，然后再继续使用，对于那个肌肉的一个伤害就会比较小。其实这个真的很方便呢，因为它就是结合了这个按摩霜，然后以及工具，所以就是如果你要出国啊，或是可能要可能出远门什么的出去玩，然后你必须要走路走一整天这样子，我觉得就是随身带着一支这个，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就是完全不用再多带什么工具啊，按摩的工具这样，然后随时随地想要撸一下都可以，就是来撸。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大腿内侧这边呢，其实也是表皮已经就是红红的，然后甚至有一点点那种出痧的感觉。那其实我刚刚有说，我通常按摩到这样子的状况之后，我就会换脚，就是换我另外一只脚。那我就是两只脚按摩之后呢，我就会休息。隔天早上起床，你就会觉得你两只脚的那个水肿的状况是有明显改善，而且其实你整个脚的那种酸痛跟那种肿胀的感觉，其实就会舒缓很多。那接下来呢，我就会开始去按摩我的小腿。基本上小腿呢，与大家就是可以着重在这个小腿肚的地方。好，那我除了使用这个仙女排水霜去排除我这个双脚的一个水肿问题之外呢，我同样晚上睡前呢，我会贴上就是刚才我有提到的他们这一个树液竹贴。那他们这一个配方呢，是他们这个下半肢水肿适用，它是使用在睡前的时候，你就是贴在你的两只脚的脚底这样子，那就是贴到隔天早上起来，然后它就会帮你排除你脚的一个水气。这样子就是帮助减轻那个水肿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阿嬷的树液竹贴呢，它主要的成分呢是他们的竹树液的一个粉末。那它这个是红豆薏仁配方，那它能够提升去排除我们双脚的一个水气之外呢，它同样也可以去舒缓我们双脚的一个肿胀的不舒服的那一种感觉。那其实阿嬷的配方，他们家的产品呢都是不含酒精或是香精的，所以就算你是孕妇呢，都能够安心的去使用。他们这个竹贴的包装啊，就是他们是做成这一种非常高气密的这种高气密性的那一种包装的设计，就是它打开来啊，我撕一片给大家看，就它打开来呢，它里面就是有它有两块的贴布、干燥剂、竹树液的粉末。这个竹贴的重点就是这个竹树液的粉末。他们这个粉末的包装呢，它就是做成那种非常高气密性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旁边它都把它封得非常非常的牢固，完全不会有担心会潮解的问题。因为台湾的气候实在是太潮湿了，所以那种粉末的产品基本上如果你没有包装好或是你没有处理好的话，基本上就是非常容易潮解。那等于这个东西潮解了之后，那这个东西就是不能用了。所以阿嬷的配方呢，他们就是有非常贴心的去想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这个包装的部分也是下了非常大的一个功夫。然后再来是他们这个贴布，所以他们这个贴布呢，它那个贴合肌肤的那种贴合度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我用到现在啊，一觉起来就是睡一整天，就是到隔天早上起来都没有遇到这个就是竹贴掉下来或是旁边有翘起来的情形。就它这个竹贴，就是它在贴合肌肤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重点是呢，它这个你隔天早上起来呢，你把这个竹贴拿掉嘛，它也不会有那个残胶留在你的那种脚底黏黏的那一种感觉。所以他们这个贴布呢，我觉得是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贴布。这个竹贴啊，你前一晚使用啊，它是那种干的，对不对？就是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里面是干的那一种粉末。很神奇的是，你隔天早上睡醒之后，就是你撕下来，你就会发现它那个这个粉末呢，是真的就是有水，就是吸了水那一种，就是凝结在一起的那一种感觉，就是代表你那个整个两只脚的那种水气是被吸到这一个
粉末里面的，所以它那个整个排水器的效果是真的是你肉眼看得到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神奇。是我平时如果真的没有时间运动的话呢，我通常就是会使用他们这个仙女排水霜，还有他们这个树液足贴，就是这个下半肢水肿适用的一个配方，这样子我就会两个一起搭配使用，然后去减缓我那种两只脚就是水肿的一个问题。那我自己使用了大概两三个礼拜之后，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两个产品消水肿的状况是可以很明显看得到的，所以非常非常推荐给就是你跟我一样有就是你可能因为工作的问题，就是你可能需要长时间站着，或是你长时间坐着，就是你的脚就是没有活动啊，或是两只脚因为站太久，然后那个血液循环变得不好。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这些困扰的人啊，就是非常非常推荐你们可以去试看看他们这个阿嬷的配方的这个排水霜，然后跟他们这个主贴。大家如果对于他们阿嬷的配方的一些其他的产品呢，就是你有兴趣的话呢，你都可以去他们的网站，就是他们的官网，就是去看他们的这个足贴，就是他们有针对不同的需求去设计的配方，这样大家都可以去他们的官网去看他们很详细的一个介绍。就他们的官网你也可以购入他们的足贴，甚至你可以到你们家附近的那种屈臣氏，基本上你也都是可以找得到他们这个足贴的。然后再来是他们这一个仙女排水霜，就是诚心推荐大家使用，因为它这个头啊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很好用，就是用起来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就是它能够很深层的帮我按摩到我就是我双脚的一个肌肉跟穴道。好，那如果大家对于阿嬷的配方他们家的产品有很大的兴趣，或是你跟我一样有这些困扰的人啊，你都可以上去他们的官网去看一下他们的足贴，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排水霜，以及他们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按摩霜可以去做选择，就是你可以依你自己的需求然后去挑选适合你自己的产品。我会把他们的连结，就是他们官网的连结放在我下面的资讯栏，就是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官网，然后可以更了解他们家的一个产品。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然后不要忘记帮我影片按赞留言加分享，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